庆成军24周年，选择以为期2周共5场的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，和舞迷们共度这个特别时光。回味16年再回到台南开唱，五位哥状态和心情好得不得了，和特别嘉宾们也都玩得超开心。2004年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叫刘彦明，他那时候叫刘彦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那个冠佑编年史里面的冠佑编其中一款。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叫刘浩明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来叫刘彦明，对对对对，今天叫刘冠佑，现在叫刘冠佑。你没有办法就是猜测就是他明天会叫什么名字。我那时候看到鲑鱼的那个新闻的时候，刘鲑鱼，不是，我只有想到说啊，完了，冠佑已经没有办法吃免费的鲑鱼了。马莎这个位置请，马莎老师这个位置。那个麦克风架帮他上一下，麦克风架。我等一下，所以我还要边弹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不然谁弹？你不是有领演唱会的费用吗？哎，不是这样讲，我也只有拿1/6啊。我还要唱歌，还要弹贝斯，我这样是不是可以拿1/3？只有我这一个哦，我以为连鼓一起。没有，就是你。好，我们要假装不知道，今天是特别来宾是玛莎，好吗？他真的跳到洞里面去了，是你弄那个洞给我跳的好不好？很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嘉宾上来前不要讲话啦，他在看我哎、欸，哪有主唱那边看嘉宾的？你有看过王力宏在洞里面还先讲话还？那你有看过王力宏在洞里面的时候，阿信蹲在旁边看吗？这样子周杰伦萧敬腾没有人敢来我们的洞里。各位，今天呢五月天来到台南开演唱会，而且呢今天是非常特别的鲑鱼日，鲑鱼返乡的特别嘉宾，让我欢迎五月天的玛莎。 Come on， 谢谢老师。我自己也有在南台湾的演唱会哦。如果你名字有鲑鱼的话，是没有免费的。可是如果你名字有冠佑的话，免费。去华健哥的演唱会啊，就是我们坐那个看台区嘛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哇，很多的这个提词机。有一次啊，有几个坏掉，我一直都没有去那边，那边都喊退票。玛莎今天呢，又要当我们的荣誉嘉宾了，掌声鼓励！耶！强迫，所以我要到那个洞里面去。当然了、啊，那你这次不要蹲在洞旁边看哦。我要看你。看什么看呢、啊？我要看你。在前面啊，你要慎重介绍啊。好了，那个大家期待吗？我想要点一首，就是前几天都没唱过的，好不好？明天也不会唱，后天也不会唱，只有你们有。让我欢迎今天的嘉宾 ，Come on！ 所有路转的人呐、啊，是用力悲伤，有谁流的泪的秘密？奶茶，那个你这6年里面，你看你只生了一个小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对啊，然后只拍了一部电影，卖了那个65亿台币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只开过那个2次的巡回演唱会，1次的线上演唱会，没有做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赶快出新专辑呢？其实这次6年没有发唱片，是因为我真的以为我不会再发唱片。为什么？你又不是五月天。
如果是五月天，你还会拖更久。对啦，你交歌的速度是可以快一点啦。这是许淑妍演唱会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每天都会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他们以为那个巡回是他们的，他们要去桃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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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南，台南，台南。我觉得他是把五月天当资深乐团，那么有些那种比较年长的资深乐团，看一场，看一场，少一场。我们资深乐团五月天的演唱会才没有每一场都一样，五场的演唱会每天都为粉丝准备 special 的歌单，打造专属回忆，错过哪一场都是痛不欲生。让每一位到场的粉丝都好满足。这回台南场演唱会的重头戏还是五月天的生日。昨天半夜突然有人给我敲门，叩叩叩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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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虾米？哎呦，这个饭店不得了哦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服务贴心哦。嗯，哇，叩叩叩。那我就从那个门口有那个猫眼，猫眼，我就往外看，哎，是谁呢？哎哎，是冠佑哎。哎呦，不是说好团员之间不要谈恋爱的吗？打开门呢，冠佑手上就拿着一碗发光的料理。哦，反正五月天要过生日了，所以在前一天晚上先把大家喂饱。前两天呢？对啊，前两天啊。我们在那个3月29号第一次那个站上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那个舞台之后呢，就一战成名，一战成名，马上呢。这个邀约呢，就跟刀片一样的飞来。刀片哦，等了一年之后呢，终于有个邀约，炸鸡店要开幕，那就找这个五月天去那个热闹一下。对对对对 对，开幕嘛，然后唱这样子。那酬劳呢，就是可以在我们唱的过程中呢，炸鸡就是可以免费吃，这样一直吃。对啊，对，鼓手打鼓啊，有时候吉他手弹吉他，那我就一直唱。唱完之后才发现，哎，为什么肚子还是饿的？我没有吃，因为你要唱歌。我们可以轮班，是是，现在就是要你们轮班唱歌。那炸鸡拿出来啊！对啊，炸鸡嘞，炸鸡嘞，炸鸡嘞，至少让我们看你吃啊，对不对？24年了，五月天在这里，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听五月天唱歌。我们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那在今天用这种方式度过了五月天的生日。五月天不只是冠佑、石头、怪兽、玛莎，还有阿信，还要包括你们，因为有你们加入五月天，才变得完整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加入五月天，永远不会太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跟那时候的玛莎说，谢谢你。加入这个胡闹的学长的乐团，我想跟当时的石头说，谢谢你用不到10分钟的速度从淡江大学一路飙到行天宫。我想告诉冠佑，
其实你还有两年后才会加入五月天，但是我要感谢你很冒险的把还在赚钱的练团式顶出去，只为了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一起疯音乐。我想告诉当时的怪兽，谢谢你把你的小房间捐出来变成练团式，也谢谢你在所有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刻都带领着五月天。最后我想说，这是你们所有的生日，如果可以，我想要和你们一起倒数迎接属于你们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走过24个年头，五月天不只是怪兽石头、玛莎、冠佑、阿信，还有所有爱着五月天音乐的朋友。无论你是在何时加入五月天，无论你是为什么加入五月天，只要戴起耳机，五月天就能陪伴你的过去，拥抱你的现在，并在未来等着和你一起写下更深刻精彩的故事。完全乐天真整理报道。Watch me!